人们来用你的热情，用你们的尖叫声来欢迎李光宇文当选人严宽恒。谢谢我们的给我一个立委严宽恒，给我一个立委严宽恒。欢迎欢迎我们委员啊，谢谢我们现场，我们每一位好朋友都是宽恒的家人，大家定爸爸妈妈妹妹儿子女儿孙女孙子啊，跟我们很多我的阿姐阿婶阿哥姑丈阿伯阿嬷都在我们现场，也有舅公啊舅父啊，很多很多，还有很多的大哥弟弟妹妹，很多很多，还有很多还没来到现场啊，很高兴很感动。因为我要说吼，这四年从上一次的选举，我们也是在这个地方，在附近，当开票结束看到我们的志工我们的家人每一个人含着眼泪，然后对我们不甘的时候，我们的感受在心里的感受是我们是多么的对不起人家。当然，这所以呢，我们这三四年从来没有怠惰，没休困，哦，一步一卡印，跟咱每一个地方，我们的地方的里长、里长，还有我们的议员，哦，每一位出手协助帮忙的、批评我们的、指教我们的、指导我们的，甚至于跟咱，哦，跟咱集结的嘛有。其实我很感谢这一些一路过来，和咱作侪指教的这些好朋友，所以咱才有法度，这四年，咱个这失败，咱个当作咱的养分，我们就一路一路的修正，一路一路的进步。回到今天，爱感谢咱台下顶、台下卡所有，尤其陪伴宽宏，大街小巷，咱伫咧逐户拜访，咧带粪扫车，吼，啊，大家走来走去。伫咧无私的希望，请大家让我们海线屯区，让第二选区不要中断，第二选区的服务的精神不可以中断。我家己伫这过程当中，我自己觉得很羞愧。我羞愧的是，因为我的选举，因为对手的攻击，对手夹带了庞大的媒体力量。司法力量、政府的干涉，把所有有关系、无关系的人拢揪揪入来，包括宗教，咱上敬爱的妈祖婆嘛，去互拖拖入来，连妈祖的信徒也不免遭殃。所以这个就是选举的操作。宽宏知影，一切一切的，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退出，要让我退出。所以我们明知道他的目的，我们就更不能妥协。宽宏没有妥协，过程当中检察官也出手了，司法也出手了，反倒是因为他的出手让我更坚定。我如果现在退缩，我就对不起所有的支持者。所以我们是坚定信心，我们跟我们的乡亲站在一起，对抗不公不义的这些司法，然后呢，我们要争取回来我们原来应该有的，我们海线屯区，咱台中市第二选区，咱的尊严跟咱的信心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宽宏跟大家报告，这一次的胜选不是王子复仇，没有王子，咱是争回一个真正的。我们的一个公理，一个正义，今天你赢是赢一个公理跟正义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正义大家都知道，在我们的心中不是他们说就对，我们认真做，努力做，我们未来拜托大家，你们就是我的后盾，未来四年这一届的立委，我们会更努力、更认真，把过去四年没有做的建设、服务人民的福利，
咱无做，咱欠的，咱一行一行搁甲找转来，找转来咱海线屯区，咱家己在地人的光荣，咱的骄傲，甲咱的信心，安尼好无？好，安尼好无？好。今仔日再次感谢大家，恁的莅临，非常欢喜。拜托大家，恁就是我的靠山，咱做伙行，斗阵拼，予咱台中市第二选区未来，咱会当继续进步。感谢大家，多谢大家，拜托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